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乔林日志，今天乔林日呢，我在新加坡要跟大家介绍这个茶汤会。好，这是茶汤会新推出的三杯草莓奶昔。对，这是一般的草莓奶昔 ，strawberry milk tea，strawberry milk tea。它这个是点的是 no sugar no ice， 对，它是这样子。那你如果没有 ice 的话，它大概有这样的一个空间，你再来看一下。然后这个呢，它上面就是芝士 cheese， 然后这个也是 no sugar strawberry cream milkshake， strawberry cream milkshake， 对，然后上面有一些芝士 cheese 的小，那你可以这样喝，就这样子喝，很可爱哦这个。然后再来就是珍珠奶茶啦，这个下面满满的珍珠。这个珍珠应该是黑糖珍珠，底下还明显的可以看到很多草莓在里面。对，然后这样子 strawberry tea。好，主要的话我会喝这个吧，对啊，这个是我比较期待。那这是两杯是我的朋友的，等一下给他们喝。OK， 那这个先喝喝看，跟大家讲一下口感。它从这边这样打开。有一点点咸，就有点海盐的味道在里面，然后下面是草莓奶茶的味道，有点像草莓冰淇淋融化，然后再加一些草莓颗粒在里面。对，然后它喝起来是蛮温顺的，然后很平滑。然后这一次呢，为什么点三杯呢？其实主要原因是它有一个送礼的袋子，然后另外就是在这边的我朋友他下飞机要等接机这样子。对，那先给大家看一下他的袋子，他袋子长这样子，很大，还蛮大的，他其实可以当便当保冷袋。对，那上面他写了一些字，他说茶不苦，你的工作才苦，句点。然后它上面还有就是注音符号在里面。对，我先打开给大家看，是一个购物袋开箱。它是就是帆布，然后它袋子有一股那个就是印刷墨水的。里面是这样的，就是保温袋的造型。然后它这边还有一个拉链，那你就可以把它拉起来，这样拉起来，很适合当就是礼物。OK， 好，今天的新加坡茶汤会饮料新品。忘记跟大家讲价钱。OK， 草莓奶昔的话是4.6元，然后加珍珠的是草莓珍奶是4.9，然后草莓 cream no sugar 的话是5.3。哇，
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